接下来赶海了啊！我脚下的地方有皮皮虾，那边沙滩有那个猫耳朵，这个地方挺好。不过最近人这个地方越来越多了，我们抓紧时间下去看看啊！ 皮皮虾小宝宝，这谁捉出来了？不要了哈，咱也不要了，这个太小了，小宝宝，放了吧，拿去抠大的。皮皮虾洞啊，我们来抠一下。哎，这个皮皮虾洞有点深呀，浅冷了啊。 这个皮皮虾挖到大的呗，嘿，行，收起来，皮皮虾一个，不错，哎，我挖的跟那啥似的，跟根烟似的，愁死我了，我操，收起来，大花虾，看皮皮虾洞，这样谁踩了一脚。 洞这么浅呀、啊！这里，哎，这个有黄，这个，看它头都发红了，有黄，不过太小了，放了吧。一个。 古包，这个古包，猫耳朵，哎，不小啊，这个猫耳朵。哟，这猫耳朵不小。切，嘿，收起来啊。哥们儿，你是咋回事啊？怎么一半在里边，一半在外边啊？生怕人别人不知道你啊。嘿，拿着了啊。白颗粒，嘿。 哎，这里还有个账号洞嘞，皮老板，抠出来没带锹，这里还有毛壳，收起来啊，马蹄螺，哎，小马蹄螺，哎，这里还有猫耳朵，是不是？看，应该是个猫耳朵吧，这个小眼呀。 喘气的小眼，啊，是个猫耳朵，哎呀，你还藏得挺隐秘了，你这，要不是我经验多，我还找不到你。收了，收了，收了，意外发现，这个太小了，就不要了这个。